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若望福音。那一周的第一天黄昏时，门徒们都聚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就把门户都关上。耶稣来了，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主，非常欢喜。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派遣了我，我也怎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12门徒中有一个称为双胞胎的多默，耶稣来的时候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别的门徒对他说：我们看见了主。但是他对他们说， 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孔，用我的指头摸那钉痕，用我的手摸他的肋旁，我绝不相信。过了8天，门徒们又在屋子里，多默也和他们在一起，门户都关着。耶稣又来了，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对多默说， 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看看我的手吧。伸出你的手来，摸摸我的肋旁。不要做没有信德的人，而要做个有信德的人。多默对他说：“我的主，我的天主。”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相信吗？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 才是有福的。耶稣在门徒前还行了许多其他的神迹，没有记在这部书上。所记录的这些，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墨西亚，是天主子，并使你们信了的人，赖他的名得到生命。上主的圣言。 我们知道耶稣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了，他希望我们不再为自己生活，而要为他活着。
要为他而生活。现在就让我们借着今天的读经，看一看这位死而复活，看看我们人与这位死而复活耶稣基督相遇，都会发生怎么样巨大的转变。今天的读经给我们描写了初期教会的生活实况。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发生在宗徒们身上的转变，在经过耶稣基督死而复活逾越奥节的冲击之后，他们从原先胆小怯弱的人变成为意志坚强的人，他们也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转变成为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人。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什么是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目的，他们不再为自己生活，而是为耶稣基督而生活。不但宗徒们是如此，连所有加入教会的成员也受到宗徒们教诲的影响和生活榜样的影响，让信仰在他们身上也产生了巨大的转变。所有的信徒常聚集一处，一切所有都归公用。他们变卖了自己的产业和财物，按照每人的需要加以分配。为我们聆听和阅读这段经文是很轻松和容易的事，但是真正要做到经文所描写的这种生活方式，可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除非我们有天主的恩宠，我们超越不了我们人的限度，我们也不可能爱人如己。但是当我们愿意让天主作为我们生活的中心，让他的恩宠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开始脱胎换骨，我们就能够立刻焕然一新。我们这种巨大的转变就是复活。我们信仰最重要的就是这种真实转变的见证，而不是道理、教条、规矩。说得很好听都做不到，那不是诈骗集团吗？在今天的福音中，我愿意特别邀请大家注意三件事。第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耶稣显现给门徒们的时候，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我们都知道耶稣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个平安不是这个世界的平安，这是为什么在弥撒一开始问你这个平安跟外面其他人去烧香拜佛求的平安有什么不同。如果没有不同，你干嘛信天主教？那耶稣到底要赐给我们什么样的平安呢？这个平安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苦难、死亡和复活的基础上。我再说一遍，是建立在耶稣苦难、死亡和复活的基础上，而不是只是建立在他的复活上。我们信这个教常常会把这个逾越奥祭这个一个整体把它切断，因为我们没有人喜欢痛苦，我们更没有人喜欢死亡，不但不喜欢还怕得要死，但是我们都很喜欢复活。没有经过真正的痛苦和死亡，那个复活都是假的，都是空的。这个意思是说，
借着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也都可以分享到他的救恩和生命，而不受到死亡的束缚了。我们都可以不再以人的眼光和想法来看天主所创造这个世界宇宙，而是学会用主耶稣基督的眼光、想法看世界和宇宙。所以我们整个人的存在被提升了，我们整个人的心胸被扩大了，我们不会再凡事固执己见、固步自封，自然就能够拥有那只属于主的平安。这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修得或求得的，完全是天主白白的恩赐。好，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对，这是我们人的罩门，跟你信什么教没什么太大关系。当我们提到平安的时候，我们渴望的平安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把焦点只放在外在，一是希望我在生活中一切都顺利，不要有任何不顺利的事发生在我身上，然后也不要有什么疾病痛苦。这就是跟其他宗教一模一样，我们的信仰不是给这个。如果这样子，耶稣为什么要受苦受难呢？而且要死亡呢？天主要给的平安，是要从内在开始的。内在没准备好，赏给你再白白赏给你再多的恩宠，它也产生不了效果，因为你不开放，因为你抗拒，因为你内在有许多阻碍。什么阻碍？因为我们是受造有限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大堆私欲、偏情和罪恶，这就是这个宗教跟别的宗教不一样的。别的宗教不跟你研究这个，都研究外在，怎么求就有外在的平安，怎么求就可以得到升官发财，不是吗？如果你来天主教，你所主要是需要的也是这个，那我就告诉你，弟兄姐妹，你来错地方了。我们这里只卖十字架，不卖别的。好，所以这个就跟今天福音第二个重点很重要。我们靠自己摆脱不了我们的私欲、偏见和罪恶，因为我们的私欲、偏见和罪恶，我们就是被束缚、不自由的人。你良心就会让你不平安，你外在再平安，你还是不会有真正的平安，不是吗？这个信仰的宝贝是在这里，不是外在的。内在这个问题，有谁靠自己可以解决？你告诉我，你只有心一狠，把心变得黑得发亮，那就没事。只要你想要把你自己的良心洗白的话，嚯，那你可痛苦了，因为你知道你有多烂，你自己知道你有多脏，你自己知道你有多黑暗。天主当然也知道。好，下面就来看今天我们的第二个重点。耶稣说了这话，就对门徒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耶稣所吹的这一口气意义非常重大。我们刚刚经过新冠疫情的肆虐，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刻骨铭心地了解这口气有多么重要。得了那个病，你的呼吸就会受到影响，你的肺就会被浸润，如果自己的抵抗力或打的那个疫苗不灵的话，你就打青天跳顿的两脚一伸，
之前陈文茜女士在她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过一句话，非常传神。在疫情的时候，只要自己可以呼吸一口深深的气息，这就是幸福。为我们有信仰的人，这应该是一个最直接又强烈的提醒。为什么？因为在起初天主造人的时候，也曾在人的鼻孔内吹了一口气，人才成了有灵的生物。这是我们的信仰，这口气不是你自己有的，是天主白白赏赐的。你再厉害，你再有本事，你没办法控制这口气不断，不是吗？管你多厉害，管你智商多高，有本事叫那个气不断，有本事说你就是那口气。我们也常说，人活着就靠一口气，好可惜，现在人都不记得这句话了。因为这是天主白白给的，又不要花钱，我们都绝对不会珍惜和重视，而且会叫做这叫自然。对，氧气够多，是一点火它就燃起来了，还真自然的，烧死你。这就表示我们的生命和天主的生命是密不可分的。只要我们违反天主的诫命，我们就主动破坏了我们和天主之间的关系。除非我们借着和好圣事认罪悔改，我们才可能重新恢复跟获得天主这个白白赏给我们的只属于他的生命。换句话说，和好圣事就是我们复活重生的法宝。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和好圣事的重要性。我也知道，为很多人，特别是教友，办告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跟挑战。我也愿意借这个机会，做一点有关和好圣事的澄清和说明，以免天主白白给的恩宠跟宝贝被我们疏忽跟浪费。好，我们一般对和好圣事会有的疑问，不外乎四个向度。第一个就是，我自己向天主忏悔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办和好圣事？人家基督教教友，人家没有和好圣事，不是也活得好好的吗？我们当然可以直接向天主忏悔认罪，但是我得请问你，你这样子做了以后，你怎么能够知道天主到底有没有宽恕你啊？还是你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投射，借着和好圣事，神父就代表教会，代表天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的罪已经完全被赦免了。不是教会神父什么魔法，而是来自天主圣神的德能跟权力。好，因为有这样子的具体的记号跟保证，你就可以不再怀疑，你就可以自然得到平安喜乐，你的罪全部一笔勾销了。我们对和好圣事第二个误解就是，这个有点违反人的本性啊！我没事，为什么要把我自己最不愿意面对，又觉得最难以启口见不得人的事，去告诉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呢？
而且如果那个神父还认识我，哎呦，那羞死了。他都知道我的罪状了，都知道我的把柄了。那我就要问你，如果你愿意真的坦白的承认自己犯了罪，得罪了天主，也得罪了人，也真的愿意认罪悔改，但是如果你都没有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那怎么能够证明你这样子的心意呢？是真的呢？借着好好圣事，借着你愿意向神父坦白，这个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认罪悔改了。我不在乎我的面子了，我只在乎我跟天主的关系，这才是信仰。我们这和好圣事第三个误解就是，办高洁不要办了多少次，好像没什么效果，因为办来办去，还是老犯那几个罪，也改不了。请问，我们又怎么能够知道天主真的爱我们呢？这是一个天主教蛮奇怪的事儿。谁都知道这个经文，伯多禄问耶稣："有人得罪我，我宽恕他7次够了吗？"耶稣说 "No"， 70个7次。那70个7次，按照外文，它不是70乘7哦，可是7的70个幂，那就算不完了。而且也没跟你说不能犯同一个罪啊。天主的心胸跟爱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而且你做了什么事，就一定要掌握那个效果，那靠自己就好了，还要靠天主干嘛？人不接受自己的限度，就不可能跟天主有关系啊，因为你就想当天主啊，你只能做你能做的，其他交给天主，因为他又不跟你算这个几次，怎么又来了？又是同样的，只有人才会这样子啊。好，所以这个愿意不断的认错，不断的努力，才能够真正的经验到什么是天主无条件白白的宽恕跟爱。不是因为你好，你有业绩才值得天主爱。这个跟我们人的经验是差着10万8千里的。这个信仰的卓越也在这里啊。好，所以不要用人的角度来解读这些盛世，你就把它贬值了。因为我们信仰所强调的是爱的关系，不是你有没有罪，有没有错，有罪有错就没关系了吗？你的孩子犯错了，他就不是你孩子了吗？连你自己都不会这样子，你为什么会认为天主比你还糟糕还差嘞？好，第四个误解就是，我曾经有过不好的办告别的经验，感觉神父的态度一点都不像耶稣圣母，反而像个严厉的法官，严厉的拷问审判我。和好圣事是非常重要和神圣的一个圣事，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从中间获得天主白白的恩赐和爱的恩宠，我建议你应该找一位你能够信赖的神父，跟他约时间来办，而不是仓促地利用弥撒中的时间来办。神不因为要很多人要办告解，他不能完，他没有办法把时间完全给你，他也要照顾别人，
他也有他的限度，你也要能够体谅吧。不是叫你去天天高阶段，你坐那边都发疯了，我告诉你。所以要超越这个，所以我们都有一个笑话。如果要办告解，麻烦是哪个神父在听告解？大家有一个笑话，如果是我在那里，别人都不敢来办告解，怕被我罚死。所以我们最喜欢找什么神父听告解？又聋又瞎。会笑就表示真的是这样子。因为这都是人的限度，这都是人的问题。他不应该是这样子，超越吧，做你该做的努力，不要又不愿意花时间付出代价，就想白白得到效果，那就很糟糕了。好，今天福音的第三个重点就是，请把多默的经验也当做我们自己反省天人关系的镜子。多默所犯的错误，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犯的，那就是太主观、太好强、太在乎自己的面子。耶稣显现的时候，他不在场，所以没有能够看到死而复活的主。这就在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不只是个人的事，更是团体的事。也不是只有主日来弥撒打卡就够了。你没有参加一个信仰的团体，参加了没有和这个团体共荣，就有危险失去和死而复活主相遇的机会。我不否认天主可以直接跟你来往，但是跟你来往的经验不保证绝对来自天主或不会错。在教会团体的是由天主圣神的保证，他不会错，差别就在这里。所以当我们在生活中遭遇到痛苦磨难的时候，不要只想逃避或者自怨自艾的封闭自己，而应该寻求信仰团体的支持，在和主内兄弟姐妹的互动中，我们就有可能看到死而复活主的临在。信仰所要带给我们的改变，就是凡事不要只想到自己，只想靠自己解决。我们应该敞开自己的心胸，对天主的恩宠开放，让他的恩宠在我们身上大显神威。这样子，我们才可能真正的拥有和懂得什么是复活主所要带给我们的生命和复活。